疾病，肌肉痛。一点休息受伤的肌肉，要休息多久，需视受伤程度决定。二点肌肉一旦受伤，要预防发肿，以立即冰敷患处，每次20分钟，不宜过久。三点使用绷带包裹受伤的小腿或扭伤的脚踝，可阻止发肿，但不宜过紧。四点抬高受伤的足部或小腿，超过心脏位置，以防血液流向伤处，引起肿大。五点热敷可治疗急性疼痛或扭伤，但最好在冰敷相当时间之后才转为热敷，且不宜过久。六点服用非类固醇的消炎片可有助于疼痛。七点伸展肌肉有松弛的效果，也能预防肌肉因复原过程缩短而紧缩，造成以后的肌肉疼痛。八点按摩肌肉可缓和疼痛，但只需轻轻的搓揉。九点添加衣物保暖，可以支持肌肉。十点变换位置是减少肌肉疼痛的方法，特别是需要长期坐在办公桌前，处理文书工作或使用电脑的人。除了要保持舒适的位置，起来动一动，适时的变换姿势都是有必要的。11点站起来可以帮助消除腿部或足部的痉挛。12点肌肉的次日可以较慢的速度及较轻的力气进行使肌肉受伤的活动，有助于排除疼痛。13点以其他运动来缓和肌肉疼痛，例如因走路而使小腿酸痛，可以改骑脚踏车让小腿休息。14点若肌肉疼痛已成了慢性问题，则减轻体重可以降低身体负担。15点若某一种运动经常使肌肉受伤，则有必要换其他的运动。16点在激烈运动之后不宜突然停止，最好能缓和一下，慢慢的停下来。17点穿着适合的鞋子是避免肌肉疼痛的必要方法。18点经常活动四肢，强化肌肉的柔软度。19点多补充水分，特别是在运动前后及运动期间。20点若半夜抽筋时，可站在墙边以手抵墙，脚跟贴地，保持10秒，反复数次。21点从脚踝向上按摩小腿，可缓解抽筋。若经常苦于抽筋，可在每日睡前先行按摩小腿。22点穿宽松睡衣及减轻棉被重量都可减轻抽筋的发生。23点补充钙质可减少抽筋的发生，但应向医师咨询。24点侧睡，膝盖微弯，并在两膝之间加个枕头，可避免小腿抽筋。肌腱炎，一点让肌肉休息，但避免休息过久，以免肌肉萎缩。二点若肌腱炎的发生是运动引起的，更换运动项目是个可考量的方法。三点洗按摩浴可帮助提高体温并促进血液循环。四点若肌腱炎
发生在膝盖部位，可以温湿的毛巾热敷。五点，平时及运动前应多多伸展肌肉。六点，带护腕或护膝，可强化肌肉与肌腱。七点，使用冰块消肿止痛，但心脏病、糖尿病或血管有问题的人不宜使用。八点，抬高患不可控制发肿。九点，服用不含类固醇的止痛药可消炎及消肿。十点，锻炼肌肉可强化肌肉。十一点，休息片刻，是疏解肌肉紧绷的最好方法。指甲内生，一点，以温水泡脚软化指甲，仔细擦前后，再在指甲凹处边缘塞入一小撮消毒过的棉花，将指甲稍微顶出沟槽，使指甲能越过表皮组织生长。棉花应每日更换，以防细菌感染。二点，让指甲透气。三点，最好穿宽头鞋或凉鞋。四点，细心的修指甲，应剪成平直形状，以免指甲边缘弯入皮肤生长。五点，适当的修护指甲，若剪得太短，应以锉刀将边缘磨平。六点，指甲不要短于脚趾边缘，以避免脚趾受压迫及摩擦，颈部痛。一点，冰敷可消肿。二点，冰敷消炎之后，以热敷可缓和痛楚。三点，服用止痛药。四点，坐有靠背的椅子。五点，坐着时在背部凹陷处置放一条毛巾，可帮助脊椎直立，并提供额外的支柱。六点，适时休息，起身走一走是不错的方式。七点，避免经常低头，以免脖子背面的肌肉紧绷。八点，视线应与荧幕保持水平。九点，减少电话聊天。十点，搬运重物在弯膝蹲下时，应保持脊椎直立，将重物贴近身体，同时双脚与肩膀同宽。十一点，睡硬床垫可能较好，有些患者在舍弃不用枕头后得到颇大的改善。十二点，不要趴睡，趴睡不但伤背也伤脖子。十三点，在湿冷的天气戴围巾，以免加重脖子的僵硬及酸痛。十四点，紧张与压力可能是颈部肌肉僵硬的原因，试着放轻松。背痛，一点，背痛的前二天应保持最低的活动量，躺在床上休息是有必要的。二点，卧床休息应该适度，最好在二三天后就恢复正常生活。三点，冰敷或以冰块按摩可止痛，有助于消除背肌的肿大及紧绷。四点，冰敷一两天后可改用热疗法。五点，冰敷与热敷交换运用，反复数次可疏解疼痛。六点，伸展背肌帮助消除痉挛，方法是躺在床上，轻轻地提起双膝向胸前弯曲，一旦膝盖抵达胸前，稍微再对膝盖施压，放松后再重复。七点，下床时应小心缓慢地滚动到床边，双脚掀着的再将身体直直撑起，
八点长期背痛，则可在弹簧床下设些旧杂物，防止睡觉时因床中央凹陷使腰及背部下陷。九点使用可以调整又不会摇晃不定的水床，可帮助预防背痛。因水床对身体各部位所施的压力均等，因此即使整夜以同一姿势躺着也没有关系。十点睡眠时垫高进步及膝部，尽量踩平躺姿势，在头与颈间以及膝下都放一个枕头，可松弛后垫，进而缓解背的压力。十一点模仿婴儿的睡姿，在两膝间设个枕头，防止腿向前滑动，拉扯臀部，进而波及背部。十二点背痛时，每天服用一定阿司匹林，可去除发炎症状。十三点以想象转移背痛。十四点倒立身体，反转身体的重心可能帮助消除背痛。十五点练太极拳可以帮助松弛肌肉，有利于协调体内各部。十六点以压的起身弯膝仰卧，抬头路上游泳姿势，踩固定式脚踏车等运动减轻痛楚。十七点运动时要适可而止，避免逞强。十八点选择舒适的车座，也是避免背痛的方法。手腕痛症候群。一点手部若有刺痛感，应做些温和的手部运动，如旋转手腕。二点将手抬过头部，一边旋转手臂，一边旋转手腕，可帮助肩膀、颈部及上背部调整位置，并疏解压力及张力。三点做头颈运动，如旋转头部、看左看右等简单的动作。四点使用阿司匹林可帮助消炎止痛。五点让手肘高于肩膀，以桌面支撑手肘，或将手靠在椅爬上，是让手获得休息的好方法。六点将手连续握放，并伸直手指再弯曲，反复练习，有助疏解疼痛。七点睡眠时避免手臂下垂点。八点使用护腕夹板，让手腕保持伸直，可减轻手腕痛楚。最好选购有棉扣带和金属色片的护腕，可提供支持作用又不使手僵直。记得要露出手指。九点用绷带包裹手腕时不要太紧，以免防止血液循环。十点使用工具时不要将压力集中于手腕肌部，尽量使用手肘及肩膀。十一点维他命B6 有助于疏解手腕痛症候群的症状，但必须经过医生指示。十二点保持手腕伸直可避免手痛、关节炎。一点减轻体重可减轻疼痛。二点经由适度的移动关节可以减少疼痛。练习瑜伽是一个不错的方法。三点减轻心理负担可以减轻疼痛。四点预防早晨起床时的官印，可使用肌肉软膏。五点泡水可帮助止痛，减少压迫感，而肌肉放松时可刺激脑内天然止痛剂的释放。六点水中运动
对消除疼痛很有帮助。七点，使用冰块冰敷关节可预防疼痛。八点，有氧运动可以改善身心状况，例如步行棋、脚踏车、游泳等。九点，不吃不必要的药物，如安眠药、镇静剂、止痛药。十点，可按摩在由肌腱与此关节相连的肌肉上。十一点，增加维他命 C 的摄取量。十二点，某些食物可能引起关节疼痛，如马铃薯、番茄、茄子、烟草、青椒及红椒等。十三点，减少摄取植物油，如沙拉酱油、大食物及人造奶油。十四点，喝果菜汁有助于大幅降低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疼痛，骨质疏松症。一点，以运动强健骨骼，可增加骨骼的矿物质含量。二点，从饮食中摄取足够的钙质。三点，熬骨头汤时加些醋，可帮助溶解骨头中的钙。四点，服用钙质补充物，可将钙质补充物质一定于醋中，若裂成数块，则较易溶于胃，若无，应更换其他品牌。五点，摄取足够的维他命 D， 以帮助吸收钙质。六点，节制使用酒精。七点，戒烟。八点，限制咖啡因用量。九点，不要吃太多的肉，以免蛋白质促使钙质排出，而导致钙质流失。十点，减少烟量，以免愈多的钙质随着钠在尿液中被排出。十一点，注意磷酸的摄取量，理想的摄取量钙质与磷酸应是一一，因钙质较不易被吸收，所以应增加钙质的吸收量。十二点，有骨骼疾病的家族病例，白种人肤色白皙，骨架较小，体脂肪较少，40岁以上已切除卵巢，未生过小孩，停经期提早来，对乳品过敏的人较容易得到骨质疏松症。膝盖痛。一点，减轻体重。二点，用止痛乳液搓揉膝盖，能产生热以疏解症状。三点，做适量的运动锻炼膝盖，肌肉愈强壮，关节愈能承受压力，抬腿是不错的选择。四点，游泳、骑脚踏车、划船等活动有益健康，且不会压迫膝盖。五点，避免在坚硬的地面上跑步，最好的是草地，其次是柏油路、水泥的居后。六点，在活动期间若发生膝盖疼痛，应立即进行休息，以冰块冰敷，并抬高双脚。七点，若有肿胀的情形，切忌热敷。八点，若鞋子失去弹性，应立即换新鞋。九点，运动前后做体操，脚痛。一点，抬脚可帮助血液循环。二点，泡温盐水可以疏解疲劳，之后再以冷水洗净。拍前足部后以护肤乳按摩。三点，用冷水与热水交替冲脚，每次一分钟，最后一次是冷水。四点，用茶叶放入热中泡脚，再进行前述的冷热交替法。五点，以婴儿油按摩脚部，可帮助除脚痛。